轰人性的鹅。肖大妈前年初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幼鹅，啊，这怎么会有一只小鹅？哎呀，小家伙，你受伤了啊！在肖大妈的细心照顾下，这只小鹅的伤很快的就痊愈了。因为这只小鹅无人认领，于是肖大妈便把它收养下来，并为它取名叫小婷。小婷，以后你就住在我家里好不好？你答应了。小婷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小婷，你真的能听懂我的话？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只小鹅长大了，它也把肖大妈当成自己的妈妈。肖大妈走到哪儿，它就跟到哪儿，而且很听话，还会认人，爱撒娇呢。小婷，我要去市场买菜，你也要去吗？好吧，就带你一起去吧。肖大妈，上街买菜呀？是啊。怎么了？你买菜的时候也要带着你这只宝贝小婷啊？是啊，不管我走到哪，这个小家伙都喜欢跟着呢。小家伙，肖大妈对你这么好，你长大后可要好好报答他哦。你真爱开玩笑，一只鹅怎么报答他呢？难道要他长大后让肖大妈把他吃了？哎呀，他生气了。小家伙，别这样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吧。好了，小婷，你可不能说他的坏话，他都听得懂的。啊！小大妈，看来你这只鹅可真是通人性啊。是啊，我的小婷很通人性的。之后过没几天，这只通人性的鹅真的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小大妈。小婷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小婷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啊！从那天起，这只鹅每两三天便会下一颗蛋。肖大妈看到小婷下蛋时，有如女人产子般痛苦，心里非常的不忍。小婷，你不要再生蛋了，你生了我也不会吃的。小婷听了肖大妈的话后，果真有半个月没有再下蛋。这只鹅从小就跟着肖大妈听佛经，因此社区居民拿东西喂它，它都专挑素的来吃。这只鹅真是我们社区的宝贝。是啊，它认识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有时候它还会跟我们打招呼呢。你看，它在跟我打招呼，它这是在感谢我喂它吃东西呢。小婷，过来吃鱼。你还不知道吧，小婷她只吃素呢。没想到啊，肖大妈的菩萨心肠竟然能感化这只鹅。
真的要感谢肖大妈。要不是肖大妈好心把他救回家，这只鹅当初早就死在路边了。动物和我们人一样，都是众生，有能力救助他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而且他来到我家一定是有因缘的，所以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。嗯，有道理。Namo Amida